小日本啊，这是哪的？我看看啊，这应该是英国的吧？我看看啊，中吗？哎，这是1块钱的拖刀了，这哪的？狗狗蛋，狗狗蛋。香港的啊，香港币啊，这是港币。你看我们家的钱很多的，因为爸爸出差都会剩点。这是英国的英镑啊，对，英镑。我看这个是哪的呢？我看看这哪的？这个是哪的？这是，也是小日本的，嗯、小日本。这是哪的？这是一个2元，这是摸摸啊，也是香港的。爸比，你摸一摸它多宝。啊，摸一下来，看看啊，来，小宝蛋，你负责宝，你负责往里放钱，然后告诉我是哪个钱，行吗？那个什么？哎，你告诉我是哪的钱，行吗？什么口罩，好不好？这个。告诉我是哪的钱，快，姑娘，你负责拿出来告诉我，拿出来看一看，告诉我是哪的钱，是哪的？什么口罩？我新加坡的放，中国的吗？真的中国吗？我看看，这哪的是中国？这是韩国的，你看。上面写的韩国，哎呦呦，行了，往里放吧。嗯，发现奇怪的，别着急啊。韩国吗？这是马来西亚的吧？马来西亚的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只要不是中国和新加坡的就不放进去。我看到新加坡的，要把它收起来。这是哪儿的？这是马来西亚的。这是一个便士吧？这是马来西亚的吗？我看这个，这是一个马来西亚的，马来西亚的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哎，让我拍一下。马来西亚的这个啊，这不马来西亚吗？你看马来西亚的国旗。这个呢？我看看，这个往里放来，你往里放。我看的时候你往里放。这是哪儿的？有个洞。啊，那个洞应该是日本的。不懂啊，这是哪儿的？哼。别着急啊，我看看这是哪儿的。韩国。这一个。爸比，我放进去了一个韩国的。Republic 这是哪儿的？爸比，我放进去了一个韩国的。很好。很好，这是哪儿的？哼，哦，这是美国的，也是啊。这个呢？美国的。美国的吗？我看看来。Okay, 你去读一读，你看英国还是美国？啊，是英国还是美国？我看你读一读呀，你能，你不是还有字吗？我放那个，你不是认识一些字了吗？是吧？我看这哪儿的啊？这是一个韩国的。这是 one cent。我开始。one cent后面有写字吗？这，这是韩国。这是 American， 对的，你怪得很对，这韩国对的，你说很对，你看已经认识韩国钱了，对吧？我知道这是韩国，你看。啊，马来西亚的也是。爸比，你看这是韩国。Malaysia， 为什么？啊，这些都不是。我看看都是哪儿的，快过看看。这是韩国。对，你们要是看到认识的就往里放，不认识的问我行吗 ？OK， 请。是吧？这是。哥哥，你采购那些旗子，这个是什么？你看，看这里的。你告诉我行吗？你看看告诉我。我不知道。我看。韩国。韩国放进去，快放进去。新加坡。是韩国。对，是韩国。你说的。1979新加坡。新加坡放一边去，因为我要放到那个纸钱包里去。但是它是1979的。1979的也放一边去。爸比，这个可以放进去吗？这是哪儿的？爸比，这个可以放进去吗？这是英国的。啊，这个可以放进去。放进去。你看到不认识的就问我行吗？嗯。就是问我啊，看到不认识的，这又是一个英国的港本。韩国。对的，你现在已经认识韩国了是吧？只要戴着个帽子，戴着官帽的，像咱明朝的帽子就是韩国的，对吧？这个我就不懂。